就是我那个单子挺多。With the same depth of feeling for each one of you. So, then, 应该都是迄阵来接受台湾是日本投降，应该台湾人并未使变作中国籍，并未变作中华民国籍。啊，但是咱拢唔知，啊，咱到今为止嘛，大家拢提中华民国身份证，咱拢唔知要哪处理。哎，啊，其实头个为止到今为止，台湾到今为止哦，也阁唔捌叫做中华民国的领土呢。啊，咱台湾人他妈大家拢唔知提中华民国身份证，啊，拢俩准讲台湾是中华民国领土，啊嘛三三八八，足侪人在讲咱维护主权呐、啊，包括即马啊，我讲了叫做即摆叫好三年了无？哎、啊，无管你。不但民进党啦，国民党啊，也是已经早都无咧做国民党啊。你想讲郭台铭哪有咧做国民党，拢做中国人去啊？全世界四处走，啊，伊毋知领几个国籍个。我就伊嘛一定有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，啊，中台湾的中华民国国籍，啊，美国籍毋知摕到毋知偌济国籍，伊全世界四处走啊。伊早就无咧做中华民国，我即马想要做中华民国总统，所以讲要维护中华民国，要维护台湾主权，拢胡说八道。伊心目中早就无中华民国，啊，中华民国嘛根本唔是全世界无人承认中华民国是国家，啊，全世界嘛无中华台湾国主权，因为中华民国若唔是国家，台湾呐，到阵为止无一个台湾国这个国家的时，哪有台湾主权？啊！包括民进党、国民党，拢个转得好笑。啊，伊遐个人上好笑。包括国民党的人啊，吴敦义啦，啊，什么这什么什么这个韩国瑜啦，也是郭台铭啦，啊，拢胡说八道。因早都无中华民国啊，因只个那洪秀柱顶摆要出来竞选的时候，还佫讲，哎，敢会使讲过，还佫有中华民国？因去。洪秀柱也是这个朱立伦去中国人讲同表一中啊，两方面拢同属一中啊，啊同属一中，干那一中全世界一中干那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哪有中华民国？根本全世界无这个中华民国这个国家啊！但是这么台湾人做三八了，到今为止哦，大家拢提中华民国身份证，啊，大家拢出来竞选总统，拢我要维护中华民国，无干那什么党。足奇怪的，全世界敢那咱台湾上怪奇怪，啊！不过，搁一个上趣味是，全世界拢叫台湾是台湾，是一个民主国家，因为台湾确实都全世界即马像台湾这个民主三摆主立定位了后，三摆政党轮替，啊，总统拢民选，管市长拢民选，啊，作为政府大行物啊，拢敢那进行民主。比香港、比今日真侪，即落全世界真侪所在拢较民主，啊，但是呢，啊，大家拢叫你台湾，因为无人承认中华民国，啊，不过无中华民国这个国家，啊，所以这个情形下，全世界拢叫你做台湾，包括美国嘛，叫做《台湾关系法》，吼，啊 ，AIT 台湾在美国在台协会，嘛无讲美国在中华民国协会。也不说中华民国关系法，他要保护是 The people on Taiwan、啊、我现在讲几百天讲几百天讲到这里，我这样讲了太远太远去了。我在讲的时候说，当他来接受台湾的时候，啊，跟我们说这个恢复台湾是共和制，啊，大家都恢复中华民国国籍，啊，咱拢唔知，啊，台湾人迄阵拢想要做，做祖国，啊，咱会知影讲，这个祖国，这个中国，中华民国，以及中华民国，其实自1927年，所以民国16年，就开始一党专政，国民党训政开始，啊，训政开始到1947年，行宪。这20年中哦，是国民党一党专政，啊，这个一党专政
的一个很大的毛病，啥？一党专政在做官啊吼，不管你大小官啦，伊无心目中无百姓，无人民，伊一定是草芥人民。伊在做官干呐，要欺上瞒下，啊欺负百姓，吃百姓吃狗狗。啊，咱今嘛就讲，二二八的原因都是安尼来，这点。蒋介石派来陈仪这群军人，也是做官的，包括陈仪在内，在心目中，因为因国民党的军人、官兵，拢执政二十年，一党专政，训政二十年，心目中拢无百姓，啊，干那欺善能下，啊，草芥人民，这款情形下，过一阵因无知识。二十年中吼，国民党的统治下，中国中国拢咧大乱。啊，这个情形下，其实土匪真多。啊，这个人拢敢那土匪咧。啊，迄阵做兵是拢去掠来的呢。啊，掠来掠来吼，再做兵啊，拍个多伊啊，抢个多伊啊，强抗个多伊啊。啊，这个土匪兵呢，来个台湾，赶快做土匪。